现年31岁嘅马赛喺今年1月就宣布同内地老公结婚，冇几耐就传出喜讯。怀孕期间，马赛都不时喺社交网站分享佢嘅状况。而家肚里面嘅 BB 都应该超过40周啦。预产期就嚟到，身在美国待产嘅马赛早前就承认咗陀嘅系 B 女。呢日佢就上载咗几张着住3点式撑住个巨肚漫步沙滩睇日落嘅泳照，仲留言透露女女个名改咗叫做 Camelia。